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，你的诚意我很喜欢，可看着它会让我更想你。十三，我已经不想再等了，告诉我，对你而言，未来的我究竟要做些什么才能见到你。十三，我都来了，怎么还见不到你啊？我要去哪儿找你啊？奈何风沧海何奈尘埃，等天长地久只等到苍白。今宵情叹无限，恨弦断又谁人听，红颜奈何自爱。风月三千含泪不舍离开。小薇，十三，说起你我不在，愿君深恋让我平爱存在。十三，小薇，几辈子都只想和你有关，哪怕是梦醒甘愿不醒来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了。你真的来了，我又见到你了，小薇。可是你怎么来的呀？我想你，我就向星月许愿了。我要娶你，我一定会娶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走马灯上的坠子。你不是说这灯牵引着我们俩的缘分吗？我就把它给带来了。好，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定情信物了。哟，正说老十三怎么偷偷开溜了，原来是在这儿拈花惹草呢。你先回去，我一会儿回来找你。去吧。十三弟可真是风流啊，让我看看这是哪宫的小丫头啊。别拦着我。是，办正事要紧。四哥，你这典型就是护短啊。我看可不只是宫女这么简单，她穿的可是秀女服啊。看来我们十三弟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连刚刚进宫的秀女都敢出手了。那我更要看清楚了，石哥若是闲着没事，臣弟可以奉陪。你想干嘛？好了，老九老实。四哥，老九老实并非想坏十三的好事，只是好奇，想看看那秀女长得是什么模样罢了。玩笑玩笑。我们走吧。十三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太知道了，四哥，我现在好开心，开心到恨不得挨老师他们几拳。你呀，真是越来越奇怪了。四哥，你就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我知道你不会做出有失身份的事。是我。好了，还有很多事要做，走了。太子爷，这次的宴会安排您看。皇阿玛非常重视此事，此次宴会必须要办得盛大周全。是，太子爷。哦，对了，名单整理出来之后，我要第一时间亲自过目。是。原来这就是太子。是他，就是他。你怎么了？喝杯茶安安神，别怕了。我真的很害怕。到底是什么事儿？是和太子有关吗？其实我是冒名顶替来参加选秀的。我爹原本是江南布政使，今年夏天
江南水灾严重，朝廷批下的赈灾钱却屡屡短缺。我爹查出是有人中饱私囊，决定上告朝廷。可谁知此事背后牵连甚广，那幕后之人怕我爹将此事捅破，害我爹入狱，连我哥也受牵连。这事和太子有关？除了太子，还有其他阿哥也牵涉其中。这事到官官相护，只有将证据交给皇上，才能救我爹和我哥哥。所以你入宫参加选秀，是为了帮你父兄申冤？我冒险入宫，就是想要见到皇上。我相信皇上圣明贤德，能体谅我的救父之心。可没想到，这宫中戒备森严，能走出储秀宫已是难事，更何况见到皇上。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小薇姐姐，你教教我吧，要怎么做才能救我爹跟我哥哥？你教教我吧，教教我吧。干，我也想帮你，可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啊。我现在全家人的性命安危都系在我身上，要是救不了他们，我只能随他们一起死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天无绝人之路，可连小薇姐姐这样的人都没有办法，更何况我这种胆小懦弱之人。你哪儿胆小哪儿懦弱了？你敢只身一人进宫为父兄申冤，连我都自叹不如。我要是有办法，我一定帮你。先别哭了。哎，你果然在这里。小春姐姐，来，我之前看你脸色不好，怕你受惊过度伤了元气，所以熬了一碗热姜汤给你，安神压惊。快，趁热喝了吧。能在宫里遇到两位姐姐，真的是小玉的福气。别伤心啊，能遇见你们两个也是我的福分。来，干杯。就是碰一个，来，干杯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来谢谢姐姐。这个香囊是我一针一线亲手缝的，是我的一片心意。姐姐，你可一定要收好。小鱼，我想到了一个帮你的方法。我在宫里认识一位地位挺高的人，他应该时常可以见到皇上。真的？他可以对抗太子？这我倒不知道，不过我相信他会。但是这件事情关乎到你家人的性命，还要看你愿不愿意相信。姐姐相信，我就相信。你干嘛这样啊？这事刚有点眉目，还没办成呢。姐姐能对小鱼有这份心，你的恩情，小鱼莫齿难忘。请受小鱼一拜。哎，你
干嘛呀？我们不是说好了我们是姐妹的吗？嗯，收下了。